父亲，母亲，弟弟没有考中，正榜没有，那副榜呢？ 天赐啊，乡试不中也是平常的事，这对你也是一种磨砺。再下一番苦功，明年再考，啊！是我命运不济，错以良驹为驽马，遇上这种糊涂虫做考官。天赐。 不能反躬自省，反倒怨天尤人，这哪堪大才之用啊！天赐身上有些不良习气，虽说不上是纨绔子弟。 可总不如他哥哥仁爱厚道。平日里不懂得修德惜福，连落榜这么一点挫折都经受不住，长此以往如何能长进呢？我没有良田美宅留给他们，只能把自己平生立命求福的体会写出来。 以传给后世子孙呐。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奋志，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 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时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听先生说，你的学业很有长进。可是，自从你父亲辞世以后，家里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了。你还是改学医吧。学医可以养家，可以济人，医术高超，还可以造福乡里。这可是你父亲生前的夙愿呢，啊！四君子汤中和意，山树茯苓。甘草比，立意下沉明六君，去堂补气阳虚耳。明日还要进山，还不早些睡、啊。唱完这段就去睡，我答应人家三日后还书。那年我15岁，巧遇了孔先生。看你的相貌，应该是仕途中人，明年即可进学，为何不读书啊？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定数的，一个人的祸福前程都是天定的，投身仕途是你命中注定的，你不可以不知不察呀。敢问老先生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免贵必姓孔，我乃云南人士，自幼得了黄极神术的真传，可以推算天地万物以及人生的运数。看来这本从宋朝邵康节传下来的黄极经世书暗数何该传给你了。既然这样，就留他多住几日，好好的款待。抽空请他起课，看他是否算得准。孔爷，我屡试不第，年仅50，
却一览七下五指。我想请那位老神仙给我算算，此生有无出头之日。既是读书人，请写一字。此乃是个棋字，棋分两种，棋下有食者是围棋之棋，棋下有物者是象棋之棋。先生所写乃是象棋之棋，这有什么分别吗？围棋落子为空是越下越多，象棋吃子宾杀是越下越少。老先生世家如同这象棋，初时还有兴旺之气，后来却越来越疏落。由此看来，先生家中人丁并不兴旺。请问，我家香火还能传下去吗？请再写一字。起诉讲究一个诚字，老朽直言相告，请不要见怪。请先生直言不讳。此乃是个五字，五字拆开来看，是一个义字加一个止字。义左天人是为代，所谓一代无人到此止。到您这一代，则不再新传。哦，多有得罪，得罪。陈教，陈教，告辞，告辞。后来孔先生为我起诉，他算我第二年县考同生得第十四名，府考第七十一名，提学考呢则是第九名。他真能把每一个名次都算得如此精准吗？亲，我考中了。好，好，好，这次中了第几名啊？果然被孔老先生算中，此次提学考试中第九名。老先生真是灵验呐！孔先生术数神通，我们母子有一事相求，不知道老先生能否应允？老朽与令郎是忘年之交，缘分微浅，您不必客气。来。先谢过先生。夫人可是想与他卜算终身修旧？正是。老朽从命。孔先生又为我起诉了，他算我某年应考第几，某年当补理，某年当贡，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上任三年半即告归。啊，还算我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当寿终正寝。他还说只可惜我这一生都没有子嗣啊。父亲，这不是算错了吗？我和哥哥可都是您亲生的儿子。孔先生回南方去了，自此以后凡遇考教
每一次名数的先后都不出孔先生的定算。然有一件事情有差，他算我10厘米91尺5斗后当出贡，可那年我10厘米刚到71尺，图宗师即批准我补为贡生。我开始怀疑孔先生的算术了。上了贡生是喜事，为何反倒忧心忡忡呢？孔先生算我10厘米至91尺5斗才可以出贡，可是为什么图宗师现在就准我补贡了呢？孔先生算你能出贡定是准的，还在乎那10几尺0米吗？孔先生的算术向来是丝毫不差的，他算我可考，说第几名就是第几名，没有一次错过的。不想图宗师告病回乡后，我补贡之事果然被署印佯攻驳退，直至丁卯年殷秋明宗师看到我的备卷，赞叹道：哎呀，五策即5篇奏议也，岂可使博洽烟冠之如老衣窗下乎？于是他命县里重新申报，主我为贡。这样连前面所失林米共计正好是91尺5斗啊。从此我日益相信人生在世，那真是进退有命，持速有时啊。孔先生传授的黄极神术如此灵验，父亲是否也曾钻研修习过，也能逆料如神吗？哎，既然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算或不算，查或不查，又有什么分别啊？啊，从此以后我是万念俱灰，淡然无求了。这个袁坤义来国学一年多了，整日不读书也不撰文，只是这样呆坐，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他是何方贡生啊？江苏嘉善县。既是南方贡生，索性让他回南庸就读算了。是。几四年我离京南归，未及入见，先往西峡山中拜访云谷会禅师。
我与云谷禅师对坐一室，三昼夜未曾瞑目。元施主，凡人所以不能成为圣人，只是因为被妄念相缠。你我静坐三天三夜，不见你起一个妄念，这是什么缘故啊？我平生命运早已被人算定，荣辱生死皆有定数，即使要妄想，亦无可妄想。我以为你是一个豪杰，原来只是一个凡夫啊。禅师此话怎么讲？凡人未能达到无心，无心就是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外面不会被五欲六尘名闻利养所诱惑，内心不起贪嗔痴欲的妄念，达不到这个境界，终为阴阳所束缚，不能超越阴阳五行数理的范围，安得无数。但是唯有平凡的人有定数，那极善之人数就拘他不定，而极恶之人数也拘束他不定。你20年来被他算定，不曾转动一丝一毫，这不是凡夫又是什么呢？难道这命中定数是可以逃得过的吗？命由我做，福自己求。我们佛教经典当中说，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这些都是事实。妄语是佛家的大戒，诸佛菩萨怎么会说假话去欺骗人呢？可是孟子曰，求则得之，这是说追求应在自己内心，道德仁义是心中本有，可以力求，功名富贵乃身外之物，如何求得到呢？孟子之言没有错，是你错解了。你没有看见六祖慧能在《坛经》中所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只要能回头向自己内心里面去求，内心有感，外面自然有应，感应道交，没有不通的。那就不是只得道德仁义，也可以得到外面的功名富贵，内外双得，这样如理如法的去求，才真正有利益，真正能够得到。若不能反过来向内心去反省，而只有向外面去攀援追求，这样求之固然有很多方法门道，而能够得到的还是原来命中有的，并不是求来的。命中没有的还是求不到，内外双失，内心失去道德仁义，外面失去功名富贵，不从内心去求，所以没有利益。我把孔先生为我推算的命数向云谷禅师如实禀报，禅师便问我，你觉得自己应该得功名，应该有子嗣吗？不应该。
为什么不应该呢？科第中人都是有福相的，而我福薄，又不能积功德、积善行，培养后福的根基，而且不耐繁聚，不能容人，使或自尊自大，以才智盖人，轻言妄谈，执心执行，凡此种种，皆是无福之相，又怎么能有科第功名呢？那怎么不应该有儿子呢？所谓地之晦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我有洁癖，这是我没有子嗣的第一个原因。和气能御万物，而我善弄，这是原因之二。仁爱乃生生之本，一味忍心是不育之根。我常常吝惜自己的名节，常不能舍己救人，这是原因之三。多言好气是其四。我又好饮酒，以至于消散精气，是我无子的原因之五。又好彻夜长坐，不懂得保养元气元神，这是原因之六。其余的过错尚多，不能悉数。生儿子，有修百世之福德的人，一定有百世的孝子贤孙来保持他的家道不衰；有修十世之福德的人，一定有十世的孝子贤孙保住他的家道；有修三世二世之福德的人，一定有三世二世的子孙来保持他的家道。那个没有后代的，或者出了不孝子孙的，那是没有修福，福德很薄的缘故。不为科第这桩事情，世间能够享受千金之财的人，一定是千金的人物；能够享受百金之财产的人，一定是百金的人物。应该饿死的，一定是饿死的人物。天道只不过因为其才而顺其自然。几时曾经加千毫的意思在上面？你如今既然知道自己福薄与没有儿子的原因，从今以后尽情把它改过洗刷，把一向不登科第没儿子的原因做一个大的改变，务必要积功累德，务必要包容别人的过失，务必要爱惜自己的精神。从前种种的过失，譬如昨日死，从今以后种种改过自新，譬如今日之再生，这就是义理再生之身。血肉之身尚然有个数理在，义理之身岂不能以感格天然之道？太甲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诗经上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孔先生算你不能登科第，不能生子女，这是天作之孽，有可得而为之。你如今扩充德性，努力行善事，多积累阴德，这是自己所造之福，哪里会有不享福报的道理呢？易经为君子说，谋求趋吉避凶之道，能改过迁善，自然逢凶化吉。若言天命有常，不能改变，吉如何可趋向？凶又何以可避免？开章第一义便说：吉善之家，
必有余庆。你相信得到吗？臣实所言，元皇深信不疑。你若能一心向善，谦虚改过，努力修德，何愁功名不立，不得子嗣呢？符禄家说，不会画符被鬼神笑，这个当中有一个秘传，只是不动念头而已。在执笔画符之前，先要把万缘放下，内心一念不生，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未知浑沌开机，从此一笔挥成，这道符便灵验。凡事起天立命，都要从无私无虑处去感得。孟子谈论立命之学，他说：“妖兽不二。”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中，夭折与长寿这是两桩事情，是至二，是两个不同的极端。当我们不起心不动念，什么是夭折，什么是长寿，这就说明外面这一切差别对立的现象，都是从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所生起。若不起心不动念，这一切的差别对立都不存在了。所以说，我们要立自己的命运，转变自己的命运，都得要从这个地方做起。丰欠不二可以立贫富之命，夭寿不二可以立生死之命。人生在世，唯有生死最为大事，所以说讲到夭寿，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大事。如是，则一切顺逆的境界也全都包括进了。修身以四之，修就是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这就叫修。四就是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等待，不能有一丝一毫觊觎非分之妄念，不能有一丝一毫将迎攀援的妄心。如果有这些妄念起来，皆应当把它斩除断绝掉。修学如果达到这个地位，直接造入先天清净的境界，这便是真实的学问。这是功过格，你可以带回去看看，以此修行。每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善则计数，过则退出。比如你一天中做了十件善事，也做了九件恶事，十扣掉九，就剩下一善，这样记录累积你的善行。弟子谨受教。你还不能做到无心，我教你持准提咒，用持咒的方法达到一心不乱。咒语每天都要持诵，行住坐卧都不要忘记。你持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持到纯熟，起心动念自然就是咒语。没有妄念，念到妄念不动，这个时候就灵验了。来，
我教你念。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陀俱胝喃檀子陀唵舍利主利尊提娑婆诃从那天起，我就把自己原来的别号学海改为了凡，以表示觉悟到立命之说，再也不愿落入凡夫的窠臼。我虽然发愿行善，但行意未纯，反省之下多有失误啊，要么是见善而行之不勇，要么是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者勉强为善但口有过言，或者是醒时操持而酒后放逸。已过折功，每每将大好光阴都虚度了。从此，我终日兢兢，如履薄冰。便自觉与以前不同了。不再悠悠放任，就是一人独处暗室，也警惕着，不敢动恶念，常恐得罪了天地鬼神。再有人记恨我、诋毁我，自然能恬然容受。第二年应礼部科考，想不到孔先生的算术真的开始不灵验了。他算我科考第三，我却考了第一名，而秋闱也考中了举人。云谷大师的话，所言不虚啊。行善修德，真的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仅过了一年就生了你，取名天启。父亲，这名字是表示天道昭显的意思吗？是啊，种善因得善果，这是天道之正理呀。又过了三年，三千善行完成了，我又请星空法师在家里做回向。当年的九月十三日，祈愿求中进士，许行善事一万条。到了丙戌年，进士及第。那时我已经是52岁了，
朝廷授我为直隶保底知县。本县濒临宁河入海口，每年雨季海潮汹涌，宁河暴涨，河水入海无力，每每泛滥成灾。难道没有海堤阻拦吗？虽有沙堤，难以巩固，急浪来时，沙堤一触即溃，无济于事啊！何不植树以加固沙堤呢？这知县大人以造林工程耗反，劳工伤财，难道水患成灾，朝廷开仓赈济就简便了吗？其实赈灾之事更为艰巨。组织徭役，直柳固沙，在本县任内一定要修缮海堤，疏浚河道。大人，此地连年欠收，收获不足活人之用，更何堪抵交赋税啊？粮税原来是每亩两分三厘七毫，从今天起就改为一分四厘六毫吧。谢大人，大人恩同再造啊！哎、谢大人，乡亲们，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记下来，快记下来！栽上了，全栽上了，柳树全栽上了。好，明年就不会有崩地之忧了。太好了。且慢，你拿这些东西做什么？今年冬天家里要添置棉衣、丝柜、棉件。我想卖些丝絮，多换些棉花，将多余的送给那些没有寒衣过冬的人。好，好啊！我这也是帮你多行善事啊。自从你当了县令，就不像在家乡时，或买房生命，或补路铺桥，人在衙门里哪有空闲行善修德呀？可我们发愿要行一万件善事，不知何时才能完成啊！了凡先生，我看你面带愁容，不知有何憾事啊？尊神，下官袁了凡，为求登第，发愿行善事一万件，可是公务繁忙，每日受累于案牍之役而无暇行善，因而心中苦恼，不知如何是好啊！了凡先生，你早已经完成了一万善行啊，宫门之中好修行啊，只减粮这一项就足以顶得万件善行了，哈哈哈哈哈孔先生算我五十三岁那年将有大厄，我并没有为自己祈求长寿，可是那年我竟安然度过了。
如今又过了16年了。孩子们，书经有云，天难信，命弥长，又说唯命不于常，皆非诳语啊。由此可以知道，凡是说祸福是自己求来的，乃圣贤之言教；若说祸福为天所命，乃是世人庸俗之论。你们的命运未知如何呀，但需记住，即便命当荣显，也应常作落木想；即便时当顺利，也要常作福逆想；眼前足食要常作贫惧想；人相敬爱要常作恐惧想；家事望重常作卑下想；即使学问颇优，也要常作浅陋想；远思扬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谦；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防己之邪。我们务必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则一日无不可进。天下聪明俊秀之人不少，之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啊。云谷禅师所授立命之说，乃至精至碎至真至正之理，你们一定要认真体味，勤勉奉行，切勿虚度光阴，空过此生啊。父亲，还是先吃饭吧。嗯。慢点。嗯。天赐怎么还没回来呀？哦，他上午就去乡里找宗师大人讨考试卷子去了。按例考卷是取不出来的。他说有朋友和方官是相熟的，或许会托人誊抄出来也是有的，他能拿回来，您就给他看看吧。他对我的责备还是有些不服啊。这孩子，自己错了不知悔改，偏偏要想法子闻过是非。弟弟他年幼，处事总想证明自己正确，有这要强的心也并不是什么坏事情。不，道理不是这样讲的。哦，父亲，我把考卷誊抄回来了，请您老人家过目。嗯，先吃饭吧。父亲，看了您的批注，我现在知错了。嗯，错在哪里呀？父亲说的对，道德文章本于中和之气。我心浮气躁，非但不能素手坦诚，即使推论说理，又岂能真切呢？嗯，从今以后，我决意革除籍席，常思己之过错，不论人之短长，再也不怨天尤人了。好啊，好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
这是最最难得的呀。大凡吉凶之兆，蒙乎心而动会四体，过于厚者常祸福，过于薄者常进祸。凡人俗眼多被障蔽，就会以为祸福无定，不可预测了。心地至诚，便能与天道相合。福之将至，观其善，必能先知之；祸之将至，观其不善，亦必能先知之。若要祸福远祸，且不论行善，先须改过。改过须发三种心：第一，要发耻心；第二，要发畏心；第三，还需发勇心。要常常这样想：古之圣贤和我们同为丈夫，他何以百事可施，我何以就一身瓦砾不得善终啊。当然于庸俗的快乐，私底下做出种种不义的行径，还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浑浑噩噩，傲然无愧，那就日益沦于禽兽而不自知了。是之可修可耻者，莫大于此。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这是改过的真正诀窍啊！天地在上，鬼神难欺。我们的过错虽然是在隐秘之处，但天地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重则降之百殃，轻则损其献福，我们怎么可以不畏惧呢？就是在私事独居之地犯了过错，即使掩饰的严密，遮盖的巧妙，其实肝肺早露，终难自欺，一旦被人看破，一文不值矣。想想这些，怎么能够不常常生出畏惧之心、恭敬之心呢？尘世无常，肉身亦陨呐。只要一口气上不来，这个身子就不属于你了。到那时，你就是要改也没办法了。这样的话，在阳世要承担千百年之恶名，虽有孝子贤孙，也不能代为洗刷。在阴间呢，还要受千百劫沦落地狱的业报。就是圣贤佛菩萨也无法援手接引的，如此怎能不让人心生敬畏呢？只要我们一系尚存，弥天罪过犹可悔改。古人常有这样的例子：一生作恶多端，而能临死悔悟，发一善念，终于得以善终。所谓一念猛力，足以敌百年之恶呀。譬如千年幽谷，一灯才照，则千年黑暗俱除。所以过错不论久近，唯以能改为贵呀。人不能改过，多是由于因循退缩，我们应当愤然振作，不要迟疑，不烦等待。小的过错如芒刺在肉，速于决堤；大的过错如毒蛇啮指，速于斩除，切不可有丝毫凝滞。雷厉而风行，
万物得以生发，这就是《易经》中风雷之所以为易的道理啊。羞耻、畏惧、勇猛，人能具备这三种心，就会有过必改，如春兵玉日，何患不消啊。老先生啊，这鱼生来不就是给人吃的吗？岂止给人吃啊，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是天公地道的事儿啊。各位，现在正值水族产卵的季节，现在捕捞会造成很大的杀业的。老先生啊，吾等以此为业，一岁之中打鱼何止千千万万啊，你总不能全买了去放生吧？打鱼你们是能手，但是你们可知道这鱼类也是有灵性的。听说过乌鱼母子的故事吗？这乌鱼在产下小鱼以后啊，会累得双目失明，这样他就无法去觅食了。小鱼们围绕在母鱼身边，恋恋不去。他们知道母鱼就要饿死了，于是就一条一条地游进它的嘴里。母鱼误以为是别的鱼类，就把它们吃掉。等母鱼恢复了元气，眼睛渐渐复明以后，它看到吃的竟是自己的孩子，就停止吞食，绝食而死。这世上鸟兽鱼虫人啊，凡血气之属都是有灵性的。既然都有灵性，那么养育之恩、生死之痛，我们与他们的体会并无两样啊。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小牛救母的故事。有一个屠夫要杀一头母牛，可等他去拿刀子的时候却找不到了。原来啊，是小牛将刀子叼走了。那小牛为了救自己的母亲，竟然将刀子吞到肚子里去了。
那屠夫被小牛所感动，就将母牛和小牛都养了起来，让其终老。从此，再也不做屠夫的营生。我们以水族与牲畜同为世间生灵，同是做人儿女的，又为人父母啊。纵使不能修养德性，使他们尊敬我、亲近我，可又怎能天天杀害他们，使他们仇我、恨我于无穷无尽呢？想到这些，面对着满桌的鱼肉，我们又怎能忍心下咽呢？父亲，这些人一生打鱼为业，您今日说动了他们，可他们还是得活下去啊。人为求生，各择其业。这些渔夫若能就此改行转业，此改过与行善无异，功德无量啊。父亲，这改过可有速效之法？改过之法有从事上改的，从理上改的，从心上改的，功夫不同，效验也有所差别。比如前日杀生，今日不杀；前日嗔怒，今日不怒，就是从事改过的方法。这样能够强制于外，但要防止以后再犯却很困难，因为事相虽改，病根仍在，东灭西生终非彻底究竟之道啊。善改过者，未尽其行，先明其理。如罪过在杀生，就想一想，上天好生，物皆练命，杀彼殃己，岂能自安呢？这些生灵先受屠戮，腹背肢解，栽入汤祸，设身处地，种种痛苦真是彻入骨髓啊。况且保养自己一定要真高罗列吗？再好的美味一经吃过就什么也不留了，何必把我们的身体变成别的生灵的焚尸场呢？其实蔬食菜羹尽可充饥，何必枪杀其他生命，折损自己的福德呢？我们再说这发怒，应当这样想：人都有他的短处，对有短处的人，我们应该同情他，怜悯他。如果他不讲道理来冒犯我，那是他的过错，与我何干呢？天下没有自以为是的豪杰，也不会有怨恨别人的学问。行事不能如意，是因为自己的德性修得不够好，还不能感动别人。倘若有人对我无礼，我就要反省，是不是自己对他不够尊敬呢？能这样看待事情，那么回谤来时
就能把它当成是对自己的磨练而欢然受赐，何怒之有啊？若能做到闻谤不怒，虽谗言熏天，不过是举火焚空，终将自息；若闻谤而怒，虽巧心力变，终将是春蚕作茧，自取束缚。嗔怒之对于身心，有百害而无一益呀。其余种种过恶，皆当据理思之，此理既明，过将自止。改过最重要的是要从心而改，过有千端，唯心所造。我心不动，过从何生啊？求学之人，或好色，或好利，或好名，或好怒，种种过错不必逐类寻求，只要一心为善，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就如太阳当空，魍魉潜消。过从心改，这可是精微独到的真传呐、啊！就像斩除毒树，直断其根最为简洁，何必枝枝砍伐，夜夜采摘呢？大抵改过的方法，以治心为最上，这样可以当下清净，邪念才动即以察觉，一经察觉，邪恶即无。假如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可以即明理以遣除之，连明理也不能够达到，就必须随事以禁止。以上事而兼行下功，这并不算失策，可要是一味只用下等功夫，反将上等功夫糊涂过去，那可是再笨拙不过的了。我们发愿改过，在明处要有良师益友的提醒，在暗处需有鬼神来做证明，这样经过一期二期乃至一月俩月，长此坚持必有效验。那时的感觉，或心旷神怡，或智慧顿开，或烦乱中突然顺畅，或与冤仇回嗔作喜，或是梦里吐出黑雾，或是梦见圣贤提携接引，种种祥瑞盛世，那都是消过减罪的吉兆啊。可是我们切不可以此自傲，断了自己进步的道路啊。春秋时魏国的屈不义，他在20岁时已经做到了知觉自己以前的错误而进行改正，到21岁时又反省到以前的改过还不彻底，至22岁回视21岁，唉，犹在梦中。就这样岁复一岁相继改正，行年50，由之49年的人生都还是有过错的。古代的贤人追求改过的学问，就是如此深下功夫的。吾辈身为凡流，过恶未及，可回思往事，常若不见，真是心粗而眼翳呀。过错深重，在人们身上也是会有反应的。
或是心神昏色，转头即忘，或无事而常烦恼，或见君子而赧然沮丧，或闻政论反而不乐，或施惠于人反遭怨恨，更有甚者会夜梦颠倒，妄言失志。这些现象都是作孽之相啊，一旦有此征兆出现，急需警觉奋发，舍旧图新，切莫自误。嗡伽勒祖勒尊嘿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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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伽勒祖勒尊嘿梭哈。《易经》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是大实话。凡行善之人必将获得福报，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就拿本朝的杨少师来说，他是建宁人，祖上几代人都是以摆渡为生的。每年雨季，洪水横流，冲毁房舍无数啊。别的船夫都乘机捞取漂流的财物，
可杨少师的曾祖和祖父却只顾抢救溺水的人。乡人们都嘲笑他们愚痴，他们这一辈子不知救过多少人的性命。后来有神人化身为道士，对杨家说，你们的祖父积下很大的阴功，后代子孙命当显贵。神人指点杨家，将祖坟迁至风水极佳的一处所在，就是现在很有名的建宁白兔坟。从此杨家逐渐兴旺，这杨少师弱冠登第，位至三公。皇上还加封他的祖上三代同他一样的官位。杨氏后人尊贵荣显的有很多，直到现今还有很多贤良的子孙呢。鄞县有一位杨自成，早年曾在县里做书办，他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是个很有善心的人。跪！大人，此人抗税不交，还带头滋事。本县问你，这可是实情？大人，我这是事出有因呐。刁顽之徒，用刑！是大人，不能打，我冤枉！哎呦，大人，不能打呀！哎呦，哎呀，哎呀，大人，这不打！哎呦，哎呦！大人，请大人息怒，不能再打了。大胆！此人越发背离，不由人不动，再打！是。大人，孔夫子说过：“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若得其情，哀今勿喜呀。”大人，当今世风日下，上士不能做出好的典范，下民人心离散已经很久了。大人，即使我们审出了真实案情，都应该怜悯他们，替他们伤心高兴尚且不可以，大人更何况是愤怒呢？若不是杨书办提醒，我几乎陷于酷吏而不自知啊。收监。是。只顾做一顿粥了，再不想办法，明天又要揭不开锅了。平时咱家的粮食都被你拿了去补贴给那些犯人们吃了，借出去的银两从来也不让人家还，眼下可好，难道你还能找那些犯人们要粮食吃吗？大人，近日囊中羞涩，想向大人预知下月新俸，好买粮度日。杨书办，大人，本县知道你这个人是不轻易开口求人的。是是是，本来
凭什么大事？可是，啊，可是，近来县里也是银库拮据，难呐，难呐。既然县里也有难处，自成就不再叨扰了。这些犯人是从哪里借来的？杭州。杭州。那位杨公不是说要给咱们送点粥来吗？哼，你想的倒好，天下哪有这等失心疯的人，会理会咱们醉秋的饥寒？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讲，我们杨大人从来就是说得到做得到，不信你们就等着瞧。等着瞧？我看他明天早上亮天他也不一定来。但有余生，水里来火里去，小的这条小生命就是您的了。哎，千万不可这样想啊，你也不要谢我，还是认罪伏法，改过自新，做一个好人吧。啥、啊、了？请起，请起。这位杨自成一生行善，而且积的大多是阴德，他夫妻后来生了两个儿子，官至南北吏部侍郎，他的长孙做到刑部侍郎，次孙任四川连县，都是一代名吏呀。在正统年间，福建的邓茂庆揭竿作乱，势头很大，从者甚众，朝廷发兵讨伐。军中有一位布政司谢都士，受命搜杀贼党。听令，凡性命不在匪侧之人，都发给他们一面小白旗，让他们插在门上。不从之日，凡门插小白旗者，不许滥杀。遵命。谢都士的措施，救活了万余人的性命，这可是大善呐、啊。后来，他的儿子考中了状元，官至宰相。他的孙子也考中了探花，这真是大善有大福啊。可是父亲，像谢都士这样的大善并非一般百姓所能为啊。人所在何位，即行何事，不论巨细，只要是真心行善，一样会有圆满的福报。福建莆田林家祖上有个老太太，一生好善乐施，她常常做粉团子施舍给穷人。谢谢，哎，拿着，谢谢，别客气，谢谢哎，不客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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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客气。林婆婆，您真是个大活菩萨，快请，快请，明儿再来啊，明儿再来。
要吃多少自己拿吧。拿着拿着，谢谢林伯，不用谢不用谢，拿着拿好，拿好拿好，谢林伯，拿好，谢林伯，拿好拿好啊，拿好拿好拿好，谢谢林阿婆，拿好，谢谢林伯。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连吃带拿呀？林伯他心善，你也不能天天过来拿，还拿这么多。不妨的不妨的啊，不妨的，来，您来晚了，都发光了，明日我多做点儿给您留着吧。我已吃了您三年粉团，如何答报您呢？莫要这么讲，吃些粉团子算得了什么呢？莫要客气，莫要客气。我有一份薄礼想送与你老人家，请随我来。这块福荫之地，待你老人家百年之后，就在此处修造阴宅，你的后代子孙定能加官进爵，做官的人就像一生麻子那样多。老人家不用怀疑了，这是你一生行善的果报。老人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就依了道人所点的福地，安葬了林老太太。林家的子孙，第一代就有九个人登科，累代簪缨隆盛啊。在福建，甚至还有“无林不开榜”的歌谣，那就是形容林家得功名的人多不胜数啊。当朝冯太史的父亲，当年在县学里做秀才。有一年冬天，极冷的一个早晨，他冻僵了，端碗热汤来。来，给他活动活动。冯生，冯生，你救人一命，出于赤诚心，我遣宋朝的宰相韩琦来做你的儿子。后来果然冯太史降生了，他们就起名为冯琦。
台州的应尚书，他年轻时家境并不富裕，借居在山中读书。村主赵家有一个妇人，她的丈夫出门很久了还不回来，家里人因为她是死了，就逼着这妇人改嫁。嘿，这妇人倒也真烈，明日到这儿来上吊自尽。哈哈，我总算找到替死鬼了，可以转世投胎了。凭什么你先投胎呀？你这鬼东西倒也奇了哈，我先知道呢，自然是我先做人了，对不对？哼哼。应公赶回家去，悄悄地变卖了自己仅有的几亩薄田，换了四两银子，还夹拟了一封书信给那妇人家里，并且寄去了银子。这信是假的，不是儿子的笔迹啊。信或是假的，可这银子是实实在在的呀。想来咱们儿子还活着，托人代笔也是有的。算了，权当是真的，先别叫媳妇儿改嫁了。不久，那家的儿子竟然真的回来了，夫妻得以团圆。我好不容易找了个替身吧，到时候这个心一旦给搅和了。他坏了你的好事儿，害你不能去投胎，你怎么不坏还怪他？哎，不行啊，天地以此人心善，积了阴德，已经让他将来做尚书了。尚书？我怎么能害得了他呢？常熟有一位徐凤竹，他的父亲啊是个有钱的人，每当灾荒年他就不收佃户的租米，还拿出自家的粮食来赈济贫穷缺食的人。有一天夜里，他听到有鬼在门外唱歌，千不诓万不诓，徐家秀才做到举人郎，千不诓万不诓，徐家秀才做到举人郎。鬼歌声声相续，一夜不停。这一年徐凤竹果然乡试中举，他父亲因而日益积德，孜孜不怠，修桥铺路，斋僧济众，凡有利益无不尽心。后来他又听到鬼在门外唱歌，千不诓万不诓，徐家举人直做到都堂，千不诓万不诓，徐家举人直做到都堂。这鬼歌又是一夜不停。后来啊，徐凤竹受任两浙巡抚，果然是官至都堂大人。嘉兴有位涂康喜公，早年做过刑部主事，他勤于公务啊，晚间是住宿在狱中的。一夜他仔细询问囚犯情状，查出无辜者若干人，但他自己并不居功，而是写成文书秘密呈报给了刑部尚书。到了朝审的时候，根据他的呈报，
上书为十多人平反了冤狱。哎呀，一时间人们纷纷称赞上书为官清正廉明啊。屠公又向上书禀报说，京城之中尚有冤民，四海之广，照明之众，岂无亡者？他建议刑部应该五年派一名减刑官，据实为冤民平反。尚书按照他的建议上奏朝廷，得到批准，屠公也被派在减刑官之列。一夜他梦见天神来告诉他，你命中原本无子，今减刑之意深合天心，天地赐你三子，都将依紫色官袍系金色腰带。当晚屠夫人恰巧得了身孕，后来生育了三个儿子，果然都是官位显贵的俊才。你们的祖父有一位博学多才的好朋友，名包平，字信之。他的父亲官居池阳太守。信之先生兄弟七人，他最为年少。他勤奋好学，但屡举不第。平日里他很留心佛道学问。有一天去松江卯湖游玩，突然途中遇雨，师父，为何不修善佛堂呢？您看，雨水已经将观音菩萨的圣像给淋湿了。是啊，不是不想啊，只是缺钱少物，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愿尽绵薄之力。工程巨大，这十几两银子如何够啊？师父，这里有新知松布四匹，长衫七件，请师父收下。这衣服都是新做的，还没有上山穿过，您自己留着用吧。但求观音圣像安然无恙。我包平就是赤身裸体，又有何妨？舍银舍一步，并非难事，只是施主这一片真心实在难得。请放心，贫僧绝不负施主厚望。以后佛堂修缮竣工，信之先生便拉上他的父亲一同来游，就夜宿在寺庙里。当晚他梦见护法神前来拜谢。护法神说，如护持圣像，心念至诚，如此当享世禄矣。以后啊，信之先生的儿子孙子都发科发甲，官位显赫啊，又有嘉善的知公在县衙做刑房吏。你竟然害死了三条人命，冤枉冤枉啊！
押入死牢，伤重家。就是，我冤枉，冤枉啊！我仔细看了你的卷宗，你这个案子确有可疑之处。求老爷救小人一命啊！你起来吧。小人不敢。我即日即会到你村里去查访。多谢大人，多谢大人。什么事？让他进来吧，让他们见上一面。是。这里有个刑房官，好像明白我是冤枉的，或许他能救我性命啊。那赶紧去求求那位老爷吧。当今托人情都要送重礼的，可是咱家什么都没有啊。我的性命只在贤妻一人身上。我今日里他就会到咱家中查访，那时如果你以身相许，或许他能替我伸冤的。你先回屋里去吧，我有事情同大人讲。是母亲。大人，有话请讲。外子有意让我侍奉大人，以谢大人救命之恩。岂有此理！我看你男人是糊涂了。我堂堂县衙官员，岂能做出这种事情？职工还是多方奔走，为那犯人申诉冤屈，终于案子得到平反。父亲二人无以酬报职工的厚恩大德，就打算把女儿送给他做妾。因为职工还没有子嗣，这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于是职工便答应了。但是仍然依照礼数备下厚礼，迎娶他们的女儿回家。婚后生下一个儿子，弱冠仲魁，官至翰林孔目，及下三代都被供为学伯啊。父亲，父亲，您跟我们讲了许多修善得福的故事，大多果报是及第做官，难道我们行善积德就是为了求功名吗？问得好。
古来读书人首重功名，那是因为只有科举及第才能获取官位之权，有位有权才能为国为民造大福兴大利呀。然而我们修善行德的目的并非只在功名，圣贤之道为诚与明，明者智慧也，有了智慧就可以通达事和理，诚是真心，也就是佛家所讲的本觉清净性。如果一个人能修德至善，一心清净，那么为官可以造福百姓，做普通人也可以独善其身呐。真正能兴大利、修大福者，莫如提倡伦理因果，莫如施行圣贤教育。明了因果，护持正法，这是行善的第一等大事啊。若要深入的讲来啊，则善又有种种不同。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阳有是非，有半有满，有大小有难易，这些都是要仔细辨别的。为善而不能穷究道理，往往会自以为很有修行，却不知是在造孽，那样是枉费苦心，毫无益处的。那何为善之真假？曾有几个儒生到天目山去拜会中峰和尚，佛法论善恶报应为如影随形，事情往往却是某人善而子孙不兴，某人恶反倒门庭隆盛。以此看来，佛所说的因果岂不是太没有依据了吗？凡情未敌，正眼未开，任善为恶，止恶为善，往往有之。为什么不恨自己是非颠倒，反而抱怨天道报应有差呢？这善恶何至于相反呢？你且说说看，何为善，何为恶呢？骂人打人是恶，尊重人礼敬人是善。未必然也。贪财妄取是恶，廉洁自守是善。未必然也。父亲，到底什么才是善恶呢？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有益于人则打人骂人皆是善，有益于己则敬人礼人皆是恶。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发自内心者真，因习行迹者假。无为而为者真，有为而为者假。今人看到谨慎不倔强的，大都称之为善人而认同他，而圣人则宁愿认可狂捐不及的。那些谨慎温吞的人，尽管有异乡的人都说他好，但因为他随波逐流，没有志气，不能够指望他上进，所以圣人必定要说他是道德之贼。这善恶的标准，世俗与圣人分明是相反。推广开来看，
则世俗的种种取舍褒贬，无有不谬。天地鬼神之善恶福祸，皆与圣人同是非，而不与世俗同取舍。所以，凡与积善，绝不可被耳熏目染牵着鼻子走，只有反躬自省，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纯是一片济世之心，则为端；苟有一毫昧世之心，即为曲。纯是爱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愤世之心，即为曲。纯是敬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则为曲。凡行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行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阴德天报之，阳善享世名。名也是福啊，然为造物所忌。使之享圣名而实不复者，常有奇祸。人无过错而恒被恶名者，子孙往往骤发。阴阳之间，为善的差别是很微妙的。春秋时，鲁国人常有被邻国俘虏了去做奴隶的，有人出金钱赎他们回国，按照鲁国的法律可领取赏金。子贡富有，他出钱赎回人质，却拒绝领取赏金。孔子听闻后很不满意，他说子贡做错了，君子之行要移风易俗，要引领大众效仿，而不是为了自己称心快意。子贡拒收赏金，会使人以为做好事收赏金是耻辱的事。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恐怕从此就不会有人去赎人了。相反，子路见人溺水，冒险拯救，那人送他一头牛以示感谢，子路欣然接受了。孔子听了十分高兴，说从此鲁国救助沉溺的人将多起来了。以世俗之见，子贡不受金为优，子路受牛为劣，然夫子却夸奖子路，批评子贡。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往往现行虽善，然其身后影响却足以害人，那么这就是似善而实非了。现行看似虽不善，但其影响却足以济人，那么则是非善而实是了。这是拿此一事来讲啊，其他如非礼之礼，非义之义，非信之信，非辞之辞，那都应当审慎地去分辨抉择。哦，父亲，我明白了。存有私心的善是有缺陷的，而一心为天下人的善呢，才是圆满的。何为正篇呢？前朝吕文义公德高望重，
他辞退相位，荣归故里，海内市民仰之如泰山北斗啊！走走走，走，到家里坐啊，到家里坐，到家里坐的。嗯，那汉子，哎，快让点路啊！啊，你不就是吕老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敢挡大爷的路？哎，起来！哎，起来，起来！哎，住手，住手！管家，他是个醉汉，不要跟他计较，我们改道走就是了。啊，这边去，这边去。连堂堂前朝宰相拿我也没办法。人家吕公真是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呢，你可不要不知好歹啊！你要怎么样？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管家，这是何人呢？相爷，他就是去年冲撞过您的那个醉汉呐。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哼，看他当日的样子，就知道他定有这般下场。我是说呀，假如当初稍稍和他计较，纵观则处以小惩而大戒，我当时只顾存心仁厚，不料反倒养成其恶，以至于无药可救，这真是以善心而行恶事。还有一个富豪以恶心反倒行了善事。有一年正值荒年，穷民们无以为继，青天白日上街抢粮食，那富豪带着家丁把哄抢粮食的穷人捆绑送官，可县里不敢管，穷民们愈发放肆，于是那富豪带着家丁将为首的捆绑起来，吊在自家树上打，连续示众了好几天呢，这局面方才被弹压住。若不是那富豪挺身而出严惩祸首，城中必生大乱呐。所以说，善者为正，恶者为偏，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以善心做恶事，那是正中偏；以恶心而行善事者，那是偏中正。这个道理也不可不知啊。父亲，何为半善满善呢？易经上说呀，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书经上也说，伤罪贯盈如储物与器，勤而积之则满，懈而不积则不满，这是关于满办的一种说法。Thank you.
这是我供奉菩萨的，请师父收下。我只有两文钱，请小师父一定收下。女施主，请留步。我们住持要亲自为你做回向。阿弥陀佛。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后来这姑娘被选入宫中做了王妃，她又一次来到了这座寺院。供佛的银子献上来。老法师，请再为哀家做回向。徒儿，你来为女施主做回向吧。老法师，当年我只捐了两文钱，您就亲自给我做回向。如今我捐了千两黄金，您怎么只让小师父给我做回向呢？女施主，当年您虽然只布施了两文钱，物虽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亲忏不足报德。今日物虽厚，但施心不如前日之切，令人代忏足矣。阿弥陀佛。这就是千金为伴，两文为满的道理呀。相传李祖初学仙时，钟离曾给他设下过十道考验，其一是要传授他点铁成金之术，说是可以济世。李祖问：这金还会变成铁吗？答曰：500年后当复本质。吕洞宾当时就说：这样的点金术会坑害500年后的人，我不愿意学。汉钟离十分高兴，说：就凭你这一句话，要成仙的3000功行已经满了。要知为善，而心不能粘着在为善的相上，就像是本分里应该做的一样，不算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这样才会随所成就，皆得圆满。要是这心总是粘着在为善的相上，你就是终身勤力，也止于半善而已呀。比如以财物济人，要内不见自己，外不见被施之人，终不见所施之物，这叫做三轮体空，一心清净。若能做到这样，则一斗粟可种无边之福，一文钱可消千劫之罪。假如心里啊
总是念记着所行的善举，那就是布施千万两黄金，福报也不会圆满的。有一位魏仲达，曾在翰林院任职。某日，忽被射到阎罗殿。速将善恶二路呈上。这是他的恶路。看来此人恶贯满盈。这是他的善路。此人阳间行善太少，拿秤来称。是是。啊！敢问阎君，我年未四十，怎么会过恶如此之多？一念不正即是恶，不待犯也。快打开善路看看，内中所书何事？君王，朝廷常大兴土木，修三山石桥，魏荣达曾上书劝诫，以免劳民伤财，这是奏章底稿。我虽上奏，但朝廷并未听从，于事无补，怎么会有这么重的力量呢？朝廷虽不从，但你的一个意念已在为万民着想，如若听从，则善力就更大了。仲达有生余年，定当洗心革面，力行善事，以弥补相师所作过恶。凡志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少而大，苟在一生，善虽多亦小，切记切记。先儒为克己，须从难克处克将取。夫子论为人，亦曰先难。江西有位书翁，在人家里做西席。有一个穷人欠了公家的钱粮，官府要把他的妻子带走去做卑女以抵债。书翁知道了，就将自己两年的束修都拿出来，替他偿还了债务，成全了这对夫妻。这可是在难舍处能舍啊。再如镇江的晋翁，年老无子，邻居要把自己的小女儿送给他做妾。晋翁虽然渴望子嗣，但中不忍以幼女为妾，还是还给了邻居。这是在难忍处能忍呐、啊，天降之福必也厚啊。所以说，有才有势者，其立德皆异。义而不为，是为自暴；贫贱作福最难，难而能为，是最可贵的呀。옹자레 주레 준대 소하 옹자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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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주레 준대 소하
得梭哈，红家嘞祖嘞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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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计中其类至繁，幽言其纲大约有十项。上古时在雷泽舜见到青壮的人们都争先在深潭后泽中打鱼，而老弱者只能在急流浅滩中讨生计。舜心中哀悯，于是他也去和人们一道打鱼。看见那些好争夺利益的并不斥责张扬他们的过错，而见到谦让之人就极力地赞扬他们，效仿他们。一年之后，人们就都以深潭厚泽互相谦让了。以舜的聪明才智，他就说不出很好的道理去教导众人吗？他之所以不以言教，而要以身作则来转变人心，实乃良工苦心呐。君子与小人就外表形迹看，常以相混，唯一点存心处，则善恶悬殊，判然如黑白纸相反。所以孟子说呀，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只是敬人爱人之心，
盖人有亲疏贵贱，有志于贤不孝，万品不齐，但都是我的同胞，皆无一体，哪一个不应该敬他爱他呢？我们爱敬众人，即是爱敬圣贤，能通众人之志，即是通圣贤之志。为什么？圣贤之志，本欲私事私人各得其所啊。吾何爱何敬安一世之人，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玉之在石，抛掷则瓦，雕琢则规章。所以但凡见人行一善事，或者其人志向可取而资质可敬，那都要激励他，扶持他。倘若有人冤枉他，诋毁他，那就要替他澄清化解，帮助他立足，这样才算是尽到我们的责任。大抵人各物其非类，人群之中往往善者少，不善者多，善人在世俗中也是难以自立的。况且豪杰总是铮铮出于人表，又不慎修饰行迹，很容易受到指责。是故善事常易败，而善人常得报，全靠仁人长者匡直而辅义之，其功德最宏。生为人类，谁能没有良心呢？但世人为了名利营营碌碌，不肯停歇，很容易堕落啊。所以与人相处，应当想种种办法去提醒他，为他解开迷惑。好比他昏睡在长夜大梦里，要使他警觉；他久陷烦恼的泥沼，要使他超拔出来，安逸清凉，以此待人，恩惠最为博大。如果我们失言失人，就应当反思是自己的智慧不足。韩愈说，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此是言教。教之于身教，虽落于行迹，然对症下药，实有奇效啊，不可以偏废了。患难颠沛，人所时有啊，偶一遇之，当如苦难在即，要速为解救，或以一言申其屈意，或以多方济其颠脸。有贤人曾说过，惠不在大，妇人之急可也，真是仁者之言呐。小而一乡之内，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兴建，或开渠防水，或筑堤防患，或修桥梁以便行旅，或施茶饭以解饥渴，应随缘劝导，协力兴修，务必嫌疑，勿辞劳苦。舍财作福这一项十分要紧，世门万行以布施为先。所谓布施者，只是舍之一字。觉悟的人，内舍六根，外舍六尘，一切所有无不可舍者，
假使做不到这样，也应先从财上布施。世人以衣食为命，故财最为重要。我们从舍财入手，对内可破除自己牵令，对外可济人之急呀。开始会感到勉强，渐渐则会处之泰然。舍财最可以荡涤私情，驱除执令。古人云，财富是果，财失是因。聪明智慧是果，法师是因。健康长寿是果，无畏布施是因。修这三种善因，必获善报。若更能清净心去修这三种布施，则可种无涯之福啊。法者，万事生灵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参赞天地？何以财成万物？何以脱邪尘离束缚？何以按照圣人的教诲修为经世出世？所以凡见到圣贤庙堂经书典籍，皆当敬重羞耻之。至于弘扬正法，教化众生，上报佛恩，下济众苦，尤当勉励啊。家之父兄，国之君长，凡年高德高位高识高者，皆当加以侍奉。在家服侍父母，假如能够深有爱心，面貌和顺，柔声下气，习惯成自然，便是和气隔天之本啊。出而事君，行一事，无为君不知而放任自肆；行一人，无为君不知而自作为福。事君如天，这是古人的格论。试看忠孝之家，未有不绵远而昌盛者，你们一定要审慎为之啊。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着一片恻隐之心。求仁者是求这个，积德者也是要积这个。周礼上讲啊，孟春之月，牺牲勿用我无。孟子说，君子远庖厨。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保全这一片恻隐之心呐、啊。所以先贤有四不食之戒：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你们未能断绝肉食，但是应当从此而戒除了，渐渐增进，慈心愈长，不唯独杀生当戒，蠢动寒灵皆为物命，像求丝须竹简，锄地会杀虫，念衣食之由来，皆杀彼以自活。所以暴殄之孽和杀生是一样的。至于手所误伤，足所误见者，不知有多少了，都应当设法防范。古诗云，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这是何等仁厚之心啊。善行无穷，不能尽数，由此实事而推广之，则万德可备也。
父亲慢点。这次复考，不管是对谁，都要谦虚恭敬，这才是为人处世之道。是父亲。《易经》上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物盈而好谦。所以六十四卦中唯有谦这一卦是六爻皆吉啊。书曰：“满招损，谦受益。”我年轻的时候，多次和同学们去应试，每见寒士即将发达，面相上必有一股谦光焕发出来。辛未年，咱们嘉善县一共有十个举子进京应试，年纪最小的是丁靖宇，他的为人极其谦虚。坤仪兄，哎，走了一天的长路，一定很乏，烫个脚吧。多谢了，小老弟，只给学问好的人端水吗？坤仪兄岁数最大，是一小弟，先要给他端水。那我年纪也比你大呀，我们也都很累嘛。哎，他年纪小，不要难为他。我年纪小，多做些是应该的。诸位学长，请稍待，我这就去端。这孩子可真够刻苦的了。此兄今年必得第一，何以见得？你看，我们十个人当中，有哪一个能像靖宇那样诚恳厚道，不敢先人？又有哪一个恭敬谦卫如他的？受武不变，文棒不达，像靖宇这样的为人，连天地鬼神都要护佑他。靖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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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怎么躲在这儿不去看榜呢？我考得不好，不敢去看。靖宇，你中榜了。中了，真的。我？那你呢？我没中。怎么会这样啊？以你的学问，第一个考中应该就是你啊。君子先气实，而后文章可以。德行修养，我自有功夫不到之处，来年再考吧。翰林院编修冯开之先生是我幼年时的朋友，子贡小时候性情非常骄傲啊，什么事情总是要事事占先，不肯让人的。分别多年以后，在丁丑年，我去京都参加会试，正巧和开之住在同一房间。啊，此时的他虚极脸容，一点看不出幼年时的习气了。他有个好友叫李继言，是个很耿直的人。他见到开之有错时，常常会毫不客气地当面指出来。开之呢，就平心静气地听着，连一句辩解的话都不说。当时我就断言，福有福的兆事，祸有祸的先机，开之此心果真谦厚，天必向之，即
今年会试他必中无疑。哎，果然冯开之考中了会试的第一名啊。这谦恭之德真有这么大的功效吗？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此人在咱们嘉善县住过，叫赵玉峰，字光远，山东灌县人。少年时啊，乡试中举，此后却久考不第。他父亲调来嘉善县做主簿，仰慕前明无功的大名，带着他到钱先生那里去求教。先生正在午睡，你们若是真心想见的话，就等到午后。既然这样，那我们改日再来吧。父亲，父亲，您请先回吧，我在这里等候。既然是前来请教呢，自然应该谦恭耐心才是。那好，你在这儿等吧。这个钱先生把你的文章涂改得一无是处，这何异于重写呀？父亲，钱公所批改的都是紧要的关节，真是开人心智啊。父子大宗师手笔，学生获益良多，近日重新写过，但愿能不如父子一番心血。好，好，改得好啊，比之上一篇不可同日而语。前日老朽故作姿态，是为了考教你的态度是否能虚怀若谷，果然是良才美智啊，须知谦虚忍耐乃学人治学之本，待往圣继绝学，为万民开来世，全节本乎于此啊。比起那些谦恭君子，我更觉向师致非，不能反躬自省，却要抱怨考官不公，简直是肤浅之至啊。大凡天意要使某人发达，未发其福先开其慧，此慧一开，则福者自食，四者自敛。何不寄宿在这寺院里？此处地境繁华，正好方便我们游玩。临城在即，你还有如此雅兴？我张伟言胸中自有华章百千，区区一篇应场文，不过是囊中取物罢了。你才学高超，
自可以艺高人胆大。我们还是找一个寂静的地方温习功课去吧。竟然对我张伟言的文章漠视无睹，这样的考官一定是瞎了眼睛。金科不中，明年再试便是，又何必称恨呢？任由这样的蠢材选拔世人，实非国家之福啊！蠢材呀、啊，蠢材！以贫道之见，阁下的文章必是不佳呀。你又未尝得见，你怎知不佳呀？错文章贵在心平气和，阁下一味的谩骂，不平之极，文章怎么可能做得雅驯呢？慢，道长言之似乎有理，学生浅薄，还望指教。功名之事全要靠命的，命不该重，文虽功无益，那又怎办是好？需自己做个转变。那既是命，又如何转变呢？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广积阴德，无福不可求啊。我一介寒士又有何能何为呢？善事因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无量。况且如谦虚一事，并不费钱，你为何不自反省，而要辱骂考官呢？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今而后，学生定当折节自持，不负道长教诲一场。从此张伟言认真反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道德文章有了长足的进步。一天他做了一个梦，这乃何物？金科仕录名册。为何如此多的空格啊？因司对科考的人三年一考教，必得是积德行善，没过错的人才能册上有名。那些空行是原本该考中的，因为新进犯有不善之行，被删下去了。你三年来持身谦虚谨慎，或许可以补充进去，望你自爱。果然这一年张伟言以第105名乡试中举。举头三尺绝有神明，趋吉避凶断然有我。我们必须存心良善，制约恶行，一丝不得罪天地鬼神，又要虚心趋吉，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方才会有受福之根基。那些骄傲自负的人，必不是气量远大之事，即使一时发迹，也不会长久。只要稍有见识，都不忍自狭其量而自惧其福，更何况
能谦虚，则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古语云：“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了这个志向，须得每一个念头都要谦虚谨慎。遇到事情，都要为别人着想。哪怕是像灰尘那么小的事情，也要使他人得到方便。长久修持，自然会感动天地，而造福全由自己。孟子曾对齐宣王说：“王之好乐者甚，其其数几乎？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孟子劝齐宣王把一个人的快乐推广开来，使得世人都快乐。求科考登第，求功名成就，也正是这样，把求得的功名落实到经世致用上。有改造一己之命运，一家之命运，进而平国治天下。如是，圣人之道不远，大同之世界亦可待。Thank you.